找一张彩纸对折，用一元的硬币这样画六个圆形花朵。用彩笔按照线画出一朵花的轮廓。用剪刀把花朵剪下来，注意折叠这个位置不要完全剪开。打开是这样，把花朵中心剪掉，做手工掌知识。棒棒糖发明人是西班牙人发明的，他在1958年首次推出这种带棍的糖果，结果使一家几乎经营不下去的糖果公司扭亏为盈。我们家喻户晓的珍宝棒棒糖的 logo 是请闻名全球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设计沿用至今。